分享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反正你也没点智力，那个智力要48点，48点哇不够，我只要42，我才92等而已。好吧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先去拿好了，这样就有时间可以在这周到下周开台前练的。他说黑牌就是完全不抵抗，直接被打死。那跟我滚来滚去直接被打死不是差不多？只好先让他等我了。对，我现在换账会不会比较强了？还没吗？还没比较强，好可惜哦。直接被打死比较省时间。哎，怎么搞的？这边才是对的。这是王者，所以他还比较有度量就对了，所以他还翻过我，自愿去被做成那个柴烧。QQ 只能推大树库了，后面一推完就可以。打赢那一只，说不定。这两个萤火在那近的没有意义，的确超近。大树库的钥匙，我相信这个一定打不开。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这个机关不能动，无名王者应该是没有烧，那我打他干嘛？如果不是为了把他拿来当柴烧的话，我打他做什么？长得好像老者哦，哇，你们进化到敢拿带火烧的斧头了。是老者啊，就是吗？是老者不是死了吗？不是被我做成柴烧了吗？剧情应该是结晶老者，不是名字，只是称谓。研究结晶法术到一定的境界，就会被称为结晶老者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范灵体，他又不是伏地魔。
好多敌人哦，好像怕火，打得非常的痛。他们是研究这些，研究到身体都变异了吗？既然过去偷包啦，最新潮流，我才不要嘞！这边看完了，楼上啊有去过吗？现在是书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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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多，堆成这样，纵火。防火的无名王者应该是一代新王葛温的儿子，以前是战神，后来加入虎龙的一方，和风暴龙变成战友，当战友死后吸收战友的灵魂是他们的习俗。这样子哦，所以我不用收集他，我管他干嘛其实他们就是监狱的灯笼怪，因为在大叔窟闹鬼，所以用蜡把头包住驱邪。这什么奇怪的驱邪方式啊，哎，你说大叔窟闹鬼，那我是不是有机会会遇到啊？会怕怕你？哎，哎呦，这个吗？哎呦！是干嘛的？哟！啊！我想告诉你，不爆到时候会很爽。我也没有办法啊，我如果我真的就算要避邪这样做，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做吧。真的不用包了。你刚刚叫我包，现在又跟我说不用。啊啊啊啊啊啊！只要靠近书就会被那个。这里好暗哦。然后好多宝怪，
恐怖啊，一直跑出来吓人。要捡到龙的骨灰，可以拿回去买石块、光辉石和龙鳞石了。好哦。我刚看到一个是什么？啊，这边怎么有怪？哎，他们是不是看不到我？因为他们把头包起来了。他们把头包起来驱魔之后嘞，你们不就没有办法做事了吗？感恩黑手手，是恐怖的手手吧？哎呦，差一点我就死了。还是开着安全。Ouch！在哪？在那上面。我先把它去把它解决掉好了。翻滚吃掉炸弹混杂，反正我就是要总找就对。赶走了，赶走了。打他一下，他就会被赶走。啊！我在干嘛？他现在跑到另外一边。要重来了，重来是什么？全部啊！跑这么快，
跑到对面去了。啊，这里连地板都有啊。哦，换你墙壁，换你墙壁，太棒了。那个不是，不是那一只吗？就是你。重来了，不过我觉得前面的王变成普通小怪这件事情实在是蛮扯。我不姓千，我是姓千鸟，千年达瑞了。好欢喜就好，干嘛？我常会看反啊。别这样嘛！知道你想砍我，再战冰骑士。其实一整套，还有风筝套。今天的风筝套头加的脸臭，头加的脸臭臭，我还是不知道哎，求解答。我根本就是来拆房子的。真的没有办法拿那个鬼魂做什么。灵魂激流，听起来好像很猛的招式。真的假的？难道陈磊已经不有名了？嗯，说不定不是他不有名，而是因为我不知道。啊哦！摔下来了。快打死结晶老者了吧！去死！结晶卷轴。
进到明前。财富市场要当鬼魂，就要包头啊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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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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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紧急回避！就是头包啦！我就算要包，我要怎么包呢？所以大家不知道陈磊。也不知道欢喜就好，对啊，我不知道。陈菲菲老了。我觉得我下面还有地方没有去。好，我开启了一个机关。啊，这里我知道。哎，不是吗？不一样哎，不是开头的地方哎。那这里是哪里？嗯，这里是开头的地方，没有错。靠近有拉的池子就会。我其实刚刚一直以为你们在开玩笑，什么辣的词在哪？辣的词在。要睡啦，拜拜拜拜！你以为我在骗你对不对，千鸟？好过分啊！有没有人那么不相信我？因为我觉得那只是优先造型啊！我一直没有意会到你是说我真的可以去包。捡魂，原来是这边啊！好紧啦！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瞎，怎么都看不到人。好嘛，对不起嘛。看到我还是慢慢走哎、欸。
很有自信的一个骑士。结晶圣灵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。其他的池子就自己找吧。还有其他池子吗？我不是爆一次就好了。还没走的地方是啊，再好好探查一遍。放心千鸟。芊芊会拿别人家奶奶的名义起誓，绝对相信你。为什么是别人家奶奶啦？结晶善灵可以同时放魔法跟奇迹的样子。哦，包一阵子效果会消失。好哦。啊，看起来我的效果已经消失了。小土头怪那里也是池子。两只小斧头怪，这里吗？哎，真的耶！这里是书院，大书库。安，今天要通宵了。啊，一点了。好好好。再探查一下。觉得刚刚这边没有看好。哎呦。在上面。捡到了。这边是我进来的地方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要从上层。吧，灵魂枪的话就可以一击把它斩掉。
想要用灵魂枪比较方便。到这边，然后打败了那个老者。至少要先开机关，开捷径。好哦。我刚刚是往这边开捷径，然后我就下去了。我现在往上走，啊，效果没了，效果没了。好啦，是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